推下去。可能是他才是我真正的好朋友。我才没有推他，原来就是你，害我被你妈妈误会。你这个边缘人，原来就是杀人犯了，太坏了吧。到底是谁？五人国中戏剧社学生以精湛的演技、精准的节奏及灯光音响的配合到位，获得评审一致好评。那是我昨天才掉下来的，我妈还没帮我缝上去。我们为了这部戏，然后像我就是要把这个角色变成女生，所以我花了时间去练习声音跟动作，让这个角色能够变成更像女生。我们玉明老师说的纪律非常重要，我在这当中啊感受到了团结力量。纪律加上团结，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，还要学习登台时的心理调试，在陈玉明老师的编导下，涉及霸凌样态、性别认同等非主流议题剧码，深获评审肯定。戏剧最终也以喜剧收场。他们齐心想要在全国获得很棒的成绩，那我觉得这出剧真的好看。那我们之后也会有艺文送到校，然后学校申请我们到学校去做这样的一个展演。首度拿到全国特优，全校师生与有荣焉。五人孩子展现对创意表演的热情，要为基隆艺术的多元生态注入更多的新生命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